吴老师啊，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苏州评弹团光前玉后系列演出，对，要紧接着就在这个剧场连办三场个人专场。哎，我听说啊，这三场个人专场里边，其中有一位演员今天就来了。对啊，是哪一位啊？历史是张敏。张敏，哦，不过张敏呢，他留着一手。哎，因为自家要办专场的嘛，今再来，你既不唱还不识，他是来弹。哦，那么阿里只节目呢？哎，大家晓得张敏弹得一手好的琵琶。对个。今朝呢，你是特地为你个老领导苏州团的老团长，哦、我们的金立生老师来伴奏的。哦，太好了，金老师讲的伴奏一定有意义。哎，而且金老师的唱，至于张敏来伴奏个，可是个只琵琶，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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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我落得不得了。哎，那么。金立生老师呢，今年已经八十高龄了，八十岁了。但是呢，为了支持我们的上亿师友，为了支持我们的今朝的演出，为了和老听众见个面，你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带来他的拿手好戏《杨乃武》当中的《索引亚斯》。嗯，伴奏就是张敏，掌声有请两位。杨若英，为是救杨乃武的性命，从杭州到北京四千多里，上都不认。准备在营部当中滚钉板割肠，今朝的何府求情，哭得死去未闻。夜里困得上浪，飞来覆去，飞向困得上。以往的行军。好像拍电影相仿，一幕一幕注意到董娘娘眼睛门前。突然听到雷雨刚绿了，噼啪噼啪噼啪，啪啪啪！哎呀，说已经三更天长，你们这滚钉板的辰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董娘娘心受气佛，思绪内病。哎，
想当年我的十三上分子吹风里一句神明是荆州背后的你们天西起追兵水着下一开我下到此落叶为落到几级恨死
神龙活后的王金玉，他那这清风对手戏人外，杀人要你的后台就你否日不平，我是想到此戏外。